紧点的，你这么就把连着吃完了，那又是玩累了，吃啥呀？再买。再买。啊？你吃货呀你是？这养不起了这些。少打点。你刚才说啥？吃不了。上一句。少打点。再上一句。帅哥。啊。你喊我啥？美女，我给你打码。你刚才叫我啥？美女。美女。哎呀，活这么大还没有人见过我美女呢。哟，少打点，吃不了。美女，不要紧。帅哥，都给你了。哟。美女，你燃料给我了，餐厅给你了。我新姑爷上门呀，咱们吃拉面，多吃点。哦。倩倩，拿过去。知道了，姐。吃吃吃。不。Thank you.
太热情了，怎么一股劲儿让我吃面呀？哎呀，二平，来的时候我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们这儿有个习俗，不能看见空碗，一看见空碗就必须得给他填嘛。你们这什么破习俗，这可把我害惨了，快回家。涂鸦，完了，疯了，走。哦，菜多点。好嘞，来，再来点汤。哎，小姑娘，我这儿也有。人家这边好吃，多放点肉啊，给我。哎呀，怎么全跑那边了？我这饭卖不出去呀、啊。不行，我得改变个策略。走来。哦。啊！太棒了！哎，我这有黑羊料理。这些都是些啥菜呀、啊？苹果炒回子白，橘子炒菠菜，香蕉炒西红柿，哟，绝对没错。我不要这个，哎妈，太稀奇了！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！这菜要吃这个吧？这个，来，过来，你要哪个？这个，苹果炒回子白啊！哎，来了。哎，你要啥姑娘？看来我也要创新呀、啊。学校过几天的运动会要征集口号，你看看你们这征集的口号啊！我今天就总结了一下，我能交上去吗？看看你们写的口号。你看看这第一条，一看就是宝全写的，这啥呀？一帮一帮真不一帮，一帮让你输的直喊娘。这虽然通俗易懂，但是也太接地气了嘛！你说我能交上去吗？这下一条口号，一看就是花花你写的，不会是天天化妆啊？发型到位，气质高贵，一帮随便一发挥，你们可以洗洗睡。我看你还是回去洗洗睡吧。还有这条，乐乐，你写的吧？啊，天天废话连篇的，你这口号真是让我记忆深刻呀！啊，啥？一帮一帮，我是一帮。再说一遍，我是一帮。我知道你是一帮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放学别走，给我把你的口号抄500遍。还有你，关磊。啊，是。你是留级了好多年了，身为一个体育委员，你也太关心同学的身体健康了吧？写个口号都这么随便吗？啥一帮一帮一路平安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那你咋不送一碗长寿面呢？还有你二平，站起来！还有你二平啊，别人都是给参赛选手写口号，你咋给老师写口号呢？啊，这口号啥意思呀？老实脸皮厚，飞机穿不透，心狠又手辣，世人都害怕。害怕还不简单，放学口号给我抄500遍。